位于淡水老街，下雪是多贝里果物专卖店，多款特色雪花冰深受游客推荐。店内装潢带点复古老屋风格，每处都很好拍照。招牌必吃双芒芒果雪棉冰，基底是现爆芒果冰砖，加上芒果冰淇淋，还有现切屏东方山芒果，好有分量。芒果雪花冰入口即化，新鲜芒果，酸酸甜甜好消暑，搭配百香果酱，味道好迷人，每一口都能吃到真材实料。榴莲控朋友则可点选这碗榴莲椰奶红豆紫米雪棉冰，淋上自制红豆紫米榴莲冰淇淋，最后摆上冷冻榴莲果肉，超浮夸，每一口都能感受浓厚榴莲奶香。除了雪花冰系列选择，这里还有现打冰沙或欧蕾饮品，来逛淡水一日游，顺便来这避暑喝下午茶。香草冰火可颂，面包微热酥脆，沾冰淇淋超好吃。我们是大卫米粒，人生大小事，八九不离十，下回见。